主公，时辰都就快过了，点解主上仲未到噶？主上话会亲临，天子无戏言，佢一定会嚟嘅。主公，周天子驾到。晋侯，呢几年嚟楚国无道，聚众生事，曹魏等小国依附楚国，目中无人。好彩得晋侯你收复曹魏，大败楚国，寡人对你都非常欣赏，天下都应该以你为榜样。主上，言重啦，为人臣子，理应执行人臣之礼。你无谓自谦啦，朕已经准备咗赏物嚟以告三军。王子府，系主上。呢一座官房系朕特别赏赐俾你嘅，明日就系浅土会盟之期，朕已经预赐咗金简一道。同时命王子府主持大礼，代朕册封晋侯为盟主。遵旨。自退。当年你同白毛情愿消死都唔出山，我为咗纪念你，斩咗当年你揽住嗰棵枯树，制成一堆木剑，一直保留喺我身边。我流亡在外，你一直陪。是我最艰苦最痛苦的时候，你似大腿肉煲成汤给我饮，从以永世难忘。听日就是会盟的时候，可以在我身边，子腿，我一生人最遗憾的一件事，就不应该消散，逼你出来。你一生为人清高，不计名利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子弟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晋国一片兴平，国泰民安。
平身。谢主公。主公，呢把似乎系楚国嘅匕首。原来楚侯一直对我深深不忿。要各位九侯，从意向各位请罪。遵侯，会问时辰已经到了。各位，呢个就系琴晚行刺王御史嘅刺客，而且仲试图抢夺金簡，好在魏将军喺度，金簡得以不失。呢个人死有余辜咯。虽然系死有余辜，但系佢系受人指使嘅，而佢不失为一条好汉啦。人嚟，将佢厚葬。系，主公。楚侯，点解你要全身破？楚侯，点解你要全身破坏？从义，系我做嘅。我睇唔过眼，你恃住有周天子撑腰喺度作威作福，想话称霸天下，我就唔服你啦。好，引嚟攞两把剑俾我。楚侯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今我哋两个，你嘅比试武功，我就愿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好。你杀了我啊！楚侯，以力服人者容易，但要以德服人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盟主，坐，坐。起身啦，遵侯，时辰快过啦，快啲主持会盟啦。
今日从而于浅土与各位诸侯滴血为盟，徒生独盟，以表心血之言。凡之同盟，皆长皇室，无伤害也。有背盟者，神明极之。牛耳无嚣，人听于神，固执牛耳，不听者戒。听住，呢一个系祸国殃民嘅反贼，我为咗晋国嘅安危，一定要诛佢九族。边个够胆帮佢，一样要死。人嚟，上！你系边个？够胆对本官无礼？系二公子。
比武开始。何必性命相搏呢？尼克将军，请你暂停比武。大公子，比武暂停。岂有此理啊！好一个圣武大会，居然被新生一个人破坏晒。主公，每年的圣武大会只是为了选出晋国的升旗大将，今次的比武非常的惨烈，大公子他就为了爱惜人才，避免损伤的。文章，怕死点算是英雄？我们晋国以武立国嘛。主公请息怒，大公子今次这样做是不对，经过今次，大公子不会乱来的。主公，大公子已经跪在殿外等候，向主公请罪的。是罗君父，既然大哥他都知错了，就不如饶恕他一次啊。这里轮到你说说话吗？出来。臣儿知错，臣儿告退。晋国虽然以武立国，但我哋应该以仁义为本。刚才梁武同李克两位大夫都私下替大哥求情，君父，请你饶恕大哥一次啊！从医啊，从医！你大哥为人心地善良，而且优柔寡断。身为晋国大公子，沉迷喺草药之间做江湖郎中，而且不知自爱，毫无志气，理应受罚。你无谓多言。启禀主公，利用侯家同世子已经到了城外十里亭，求见主公。知道。君父不憎我，当我真的一无是处。但你应该明白到生死由天，你的死难道我不痛苦，难道我不伤心吗？但你偏偏君父当为不祥之人，终于都对我冷冷淡淡。不过我不会就咁屈服的，始终有一日我会出人头地，更胜两位大哥，会晋国建立千秋霸业，好似巢咁称霸中原。边个？边个？叩天主公，免礼。谢晋侯。呢个梗系利用世子啦，生得一表人才。你今年几多岁啊？启禀晋侯，犬儿今年14岁，呢次系特登带佢嚟晋国见识一番嘅。哦，嚟我哋国家见识系啱嘅。晋侯，
呢啲就系我哋利用嘅公物，请进侯笑纳。又系啲咁嘅嘢啊！你冇啲嘢令到寡人惊喜下嘅咩吓？进侯，我哋利用系一个小国，物产当然唔及得晋国咁丰盛啦。等下一年，微臣一定尽全力搜罗一啲新奇嘅贡品献俾晋侯，请晋侯原谅。人嚟同我通通收下。系。吴国舅，微臣在。传我个口谕，赐言。遵旨。混账！呢啲叫咩舞蹈啊？丞相。主公请息怒，佢已经系。吴国舅啊！唔通晋国冇靓嘅美女，冇人识跳好嘅舞蹈咩？呢啲咁嘅舞蹈只能够俾北方人睇嘅咋。系啊，晋侯，晋国虽然强大，但系讲到能歌善舞咯，就始终唔及我哋利用嘅骊姬。咩话？骊姬？我哋君父身边嘅骊姬，佢不但只能歌善舞，最难得嘅就系佢生得体态柔美，仲懂得跳一种叫软骨舞。我哋个个睇过，都认为系天下无双。唔係，晉侯仲認為我哋利用冇一樣嘢及得上晉國你哋嘅。阿元，晉侯，細路仔亂咁講嘢呀！講來講來講落去，尼基每次跳完舞之後，我君父都讚佢咩風情萬種，妖冶迷人嘅。阿元，咁就要見識下啦。啊？阿元，你闯咗祸啦！君父啊，神儿头先所讲嘅全部都系事实嚟噶。仲有啊，晋侯佢对君父咁无礼，神儿咁讲啊，无非都系为君父争翻啲面子啫。好等佢哋唔好咁睇小我哋啊！阿元，你唔明噶啦。君父啊，究竟有咩事令到你咁担心啊？晋侯嘅好色无道，你头先我面前提一离机，我而家就担心。佢哋尼基有非分之想。君父，你放心啦，尼基系你嘅爱妾，平民百姓都尚且唔会强夺人妻啦，何况晋侯佢系一国之主，佢绝对唔会咁做啫。你年纪仲细，唔知道人情险恶，为免多事，我哋听日都向晋侯请辞回国吧啦。君父。活低啊！系，君夫人死咗成个月噶啦，嗬？系啊，主公。本来我想喺晋国咧揾个美女做君夫人嘅，但系拣来拣去都拣唔到。哦，莫非主公心中早有人选？嗯，你真系知我嘅心意。袁世子话骊姬妖冶迷人，如果能够咧将佢主公，不过佢系骊容侯嘅爱妃。咁做會唔會過分呢？何況主公仲未知道嗰位尼基是否名副其實。唉，尼容依附我哋晉國，生死存亡喺我哋手上邊，咁少個要求，尼容侯一定答應噶。睇過唔靚咯，俾翻佢咯。如果係靚嘅，我真係想見識見識。既然係咁嘅，主公不妨對佢提出要求啊。啱。咁夜边个嚟呢？奴才出去睇睇。边位？穆公公，从耳身拜见君父。二公子，已经咁夜啦，呢度系主公嘅寝室，唔可以随便入嚟嘅。活低，俾佢入嚟啦。系主公，请。神儿从耳拜见君父。咁夜啦，咩事啊？君父，从耳想替大哥求情，希望你赦免佢嘅罪。哦，为咗咁嘅事啊嘛，传我嘅口谕，叫佢起身。谢君父。嗯。神儿告退。主公。嗯。三位公子之中，
奴才諗主公最愛食就係松耳二公子，連寝室都可以隨便俾二公子入嚟嘅。撥低，你跟我咁多年啦，應該知我個心意嘅。啟禀進侯，我哋嚟到晉國已經一段日子啦，本來就想留耐啲見識一下嘅，但恐防利用政事無人打理，所以特此請辭回國。咁快就走啦？我仲有件事想同你商量添。晉侯有事請吩咐。哦，係咁嘅，因為君夫人去世已經成個月啦，主公啊想另立君夫人，而且仲打算招立離姬添。晉侯，琴日袁世子係亂咁講嘢嘅，況且離姬嘅出身寒微，難登大雅之堂啊。宮廷禮節。學下咪曉咯，晉侯，你在九天之上，我在九淵之下，我的地位懸殊，實在不敢高攀。利用依附我哋晉國，利用同晉國應該共結情誼。我知離姬係你個外妾，但我唔會虧待你嘅。晉侯，微臣已經得到你好多賞賜，你自實在不敢貪求。晉侯，阿元。君父，臣儿点都要讲下去噶啦。晋侯，离姬系君父嘅外妃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然罔顾礼法，强夺人妻妾，难道你唔怕失礼于天下？你讲得好，你成日口口声声话晋国嘅忠臣，而家我少少要求，你仲推三推四。晋侯，微臣尽快送离姬侍晋。嗯。不愧是我哋个好臣子啊！君父，阿元不准乱讲。晋侯，微臣同小儿就此告辞。嗯。袁世子初到晋境，佢应该留喺度开下眼界。你咁讲，咪即系要佢做人质？你千祈唔讲，留袁世子喺度可以学习下晋国嘅礼法，唔好等佢口出狂言，失礼于人啫。晋侯，我望你放过袁世子啦！晋国礼法森严，唔会亏待佢嘅。留袁世子喺度，佢会好安全嘅。你哋呢班假仁假义嘅伪君子，捉住佢！晋侯，阿元，关阿元，晋侯，你放过佢啦，阿元。下个月就是主公大寿之期，到时离姬一到，可谓双喜临门。你讲得啱啊，主公。到时主公亦都好应该册封世子。嗯，你服侍咗我咁多年，睇住三位公子大嘅，唔知有咩意见冇？若论宗法族例，晋国之君系应该由长公子继承。但系，莫非主公另有打算？晋国虽然系强大，但邻近国家对我哋虎视眈眈，册封世子一事一定要英明果断，稍有差池对我哋晋国不利噶噃。若论机智聪明。松耳二公子可以講得上係適當嘅人選，我都係咁諗。不過宗法族例唔可以妄言就廢除，主公奴才諗唔可以咁直接册封二公子為世子嘅。哎呀，我為呢件事煩惱嘛。奴才有個意見，唔知可唔好講？你講。主公，晋国一向以武立国，主公不妨就以圣武大会的方法来册封世子。三位公子之中，哪个武功最强的，将来就是晋国之君。你说得对，全寡人的口语
下個月就與聖母大會拆封世子。係。君父準備用聖母大會嚟立世子，如果你係在天有靈嘅話，應該保佑我。娘親，你係為咗生我而難產死，君父一直對呢件事都耿耿於懷，佢覺得係我累死咗佢愛妃，所以一直都唔喜歡我。娘親，點解你要死得咁早？我一出世已經冇咗娘親，君父又當我係一個不祥之人，你知唔知我真係好可憐嘅娘親？娘親，你有冇掛住我？我只係見過你嘅畫像，我真係好想見你一面啊，娘親。邊個？邊個？我係你娘親啊！娘親，你唔係我娘親。你頭先唔係話好想見我嘅？世間上點會有鬼？你到底係邊個？你係咩人？我叫老竹。頭先嗰啲只不過係幻術嚟嘅啫。幻術？你心有雜念，所以好容易俾人呃嘅啫。即係話我頭先講嘅嘢，你都全部聽到曬啦，係嘛？冇錯啦，你想人哋唔知道你講乜嘢嘅，除非你冇講過嘢啦。你想點？你放心啦，頭先你所講嘅嘢，我絕對唔會同人講嘅。告辭啦。咁嘅功夫啊，喺聖母大會點樣贏啊？前輩，你武功咁好，而且又識幻術，你可唔可以教我？教你？我呢一生人啊，唔會將啲絕技傳授俾啲外人。咁我可以拜你為師啊？拜我為師？知兄，今日我哋狩獵嘅收穫都算唔錯。二公子，你听日就要比武啦。你今日仲出去狩猎？我就为咗呢件事，一直都好心烦。主公对你一向都咁爱惜，你应该好有把握至系啦。点解咁烦？志远，实不相瞒，世子一位根本就大过噶，我唔想同你争。你咁讲就唔啱。既然主公以比武定胜负，你就应该全力应战。世子一位是能者居之嘅啫，你唔应该咁多介怀啊！世子一位一定要大哥做，大哥为人扎心仁厚，如果他人能够治理晋国嘅话，一定可以造福晋国人民。但系大公子佢生性懦弱，如今晋国嘅国势强轮虎视眈眈。在下反而認為，你應該當仁不讓，負起重任才是對。二公子，我都明白，你生性不羈，世子一位要你取而代之，的確好難為你。但是你為了晉國的老百姓，你一定要再三考慮。Yeah.
大哥，二弟，我武功的确唔及你。二公子从已胜出，三日后二公子从已同三公子言比目。不过系掩眼法嚟嘅啫。如果你要战胜敌人，首先你要战胜自己。呢啲就系为师俾你第一嘅教训。为师，拜见师父。嗯，今日你嚟揾我，一定系为咗比武嘅事噶啦。冇错，三日之后我就要同我二哥从义比武噶啦。呢一战对你真系咁重要咩？系，自从我娘亲死咗之后，君父一直对我不满。如果要君父立我做世子，根本就冇可能。所以今次以武定世子，呢个就系我最好嘅机会。好，我有把握，令你呢一战一定胜出。你真系咁有把握？冇错。好，我哋暂时唔好讲呢一样嘢先。我而家正在练紧圆满神功，需要大量活人嘅脑液。你有冇办法帮我揾？呢件事好易啫，我用尽脚嘅死囚，呢件事就包喺童儿身上。咁你为我安排。嗯。听讲主公斩咗袁世子嘅左手添。君父咁做，未免过分咗啲。何止过分？强夺人机潮，简直无道。唔得，我要劝下君父。哎，大哥，你同我都知道君父嘅脾性。君父既然一意孤行嘅话，你要劝佢，只会激嬲君父。不如迟啲揾个机会，等二弟试下劝下。冇錯，大公子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二弟，一個明君主事，絕對唔可以憑一己私慾。將來你登基之後，一定要切記呢一點。大哥，明日我同三弟嘅比武，誰勝誰負都係未知之數。二弟，明日一戰，你一定要盡力而為。